化，啊，做选择跟这个阶段跟高跟台南市民站在一起，又参与民进党总统的出现，啊，第一个象征民进党，他说过成功不必在我，大家为了整个共同的理想都可以团结，啊，都可以不以个人的一个所有的职位做考量，所以我对他的胸怀，我对他，我想非常的尊重，也非常的佩服。